在叫，我在叫，我在叫。一堆东西，一包两百。这个没有多余。不多余哦，我两包。好。我给他包过。啊。不多余啊。不多余，能够包好吗？好，好，好，好。能够包哦。好。但是，我两包两包。啊，提好姜。提两包吧。刚关的那盘是什么？你好啊，刚刚的那盘是什么鱼？我没有看到哎。黄色的就秋钩啊，秋钩啊。哎，你那黄色装的那个蛤蟆是？秋骨鱼，秋钩啊。它也比较薄，都是粗糕啊。先五百啊，三块两包，三块两包啦，三块两包交来。哇，真值！一千，哇，高吧？不对啊，我挨多几千。很大，还好，这个球瓜还好。这个球瓜还好，它还有更大的，它还有更大。它之前还有卖更大的。你莫提包嘢哦。我莫提包。你莫提包哦。安尼讲公鸡就好啊。哎呀。我不提，我做只只。对啊，哎。这边帮你卖，我做只。俊德招。俊啊，嘿对。哦，下手不要，我去买牛排，鱼也未好啊。嗯。你用第一来呢？哎呀，做生意啊，做生意啊，做生意啊，我先出去抓头，点解好啊？出去抓好。哦。这花椒虾，花椒煮三百。唔要啦，我先煮哪样啦？先煮哪？你把椒木啊，白菜。煮木两木料。嗯。木啊，你。什么？那个两个。我来多买一包啦，我就包母啊。我买一只就做两只来吃。你唔敢买你啊？哦，你又出去。你看你老公无钱转啊？你看老公无钱转啊？你看你拢唔敢买你看。系啊系啊。唔敢吃啊。你就叫钱两杯，啊你又加大。万年渣。哈哈哈哈哈。你有听到啊？有。你看后街来讲，哎，你要贵少无安尼？我拢在贵州啊，我打不过去啊。行行街抓抓尾，有啥吃？有没有？有我叫。有没有？有我两个包。两个包，不要。十几只。十几只唔知了，哎，迄是重量的啊，八百五十，我迄看重量，迄嘛是算重量的啊。十块啦，迄种的本身的无。迄大只，你讲迄大只，迄间的无。伊是只，一块三百。迄只块三百，你讲如果是块三百，嘿。这个包，哎，包我。哦。哎哎。这里有虾呀。阿伯上好。阿伯，阿伯。哦，你先。好吧。吴国宇留一份，好。没做水尾啦，没啦，还好啦，反正差不多啦。你家几点到？晚林，你本来啊？我要先确定一下。你有来过吧？你有来过吧？哦，最近很多人有货没来拿，我要，我要严格把关。
OK 给你的哦。好。五锅鱼是3只200哦。跟你讲一下，五锅鱼是3只200哦。哎，我早就买一包好啦。好。大母啊，小水鬼不爱分我嘞。这个定的啦。哈哈，你讲不爱分你哦。无啦，我无拄着伊啊，伊叫伊去买鬼罐。哦。唔是，我要买蛤蟆。阿嬤，哎、欸，我都已经买一包的给伊啊，我想讲伊只食迄，哪无看到迄号码？那小气鬼买分我。不算呀。秋刀鱼份好，秋刀鱼你要200，秋刀鱼你要200还是100？啊，买2只就好了。啊，2只我送你啊，你去了。叫阮，把阮仔囝爱食尔，今仔要喂。秋刀鱼你要200还是100？封神招。好，一条。老板，这个怎么嘛？这个哦，4片500啊。4片500。哎，嗯，大片的，这么大片，你看。这个没有肚子的啦。不是啦，这个是快手量。鳕鱼啊。还是大包。鳕鱼。4片的。还是没有吧。说这两条鳕。好，你收到200 ，OK。一个两条。进几条够了。哎，我不要买。一份就是4片。啊，这个都是老人吧？老人吧啊，我不要老人吧。好，现在在帮你留，婉玲，现在在帮你留。谢谢。你那个秋刀200，吴锅鱼200，现在在帮你留。文芝早，一饭店早安。欸、我很骄傲哎！我之前在7月、8月的时候说，10月底可以买股票。老板，好啊，您不客气。我说10月底可以买股票，结果10月31号以后就开始涨。哇靠！我怎么那么会抓、啊？是的，好。婉玲，你的东西都留好了哦。中卷一份，然后等。好。老板，我自己可以订嘞。我都是骗姐姐。多少呀？中卷要卖你哦。中卷一份500哦，中卷一份500 ，OK 吗？对啊，对，安娜嘞，四点五八。好了，不是。中卷就套 T 哈，就下面这个，这一份500可以吗？这个。还是你是要这个没错吧 ？OK， 那帮你留500哦。鲑鱼下巴被整箱抱走了。本来今天有在啦，但是鲑鱼下巴被整箱抱走了。好，耐心。
三千两百，三千两百，三千两百。有冷冻白带鱼吗？有，有，在旁边这边。冷冻白带鱼只有两箱而已。冷冻白带鱼只有两箱，我看一下尺寸。冷冻白带鱼有三箱，有三箱，有二 L 跟 N 的，看你要小的还是大的。我包一共，我包。你要我帮你留，你要500的冷冻白带鱼 ，OK？ 有吗？对的。还几尾一包？还边两尾一包嘿？还有三，还有三只青的。我帮你留二 L 的哦。他是老婆吧？他是老婆吧？嗯。刚子嘞？那个老婆，那个老婆。好。那个老刘是不是？我。有。可以。小姐。小姐。好，我帮你留二楼炸的。来。来。哎呦。老姐，我的。我可以炸几个。好。来。这些我都给你了，好，你好，三点零八了哦，三片还不给你，给你包好了。啊，你给哪个？有那个海菜吗？没有海菜呢。没有海菜。哎，今日海鳗未歹，海鳗真多粒。海鳗。嗯。包三百啊，一份过来好不？我一百两。人拢讲咱无礼貌，咱即摆开始实施有礼貌运动。系啊，有啊，我做礼貌，我想做。有礼貌运动。你又不用骂咯？嗯，太有不用骂。爱多爱讲请谢谢对不起哦。有那个可以不？啊，可以。你不会边啊？你讲，吃肉。吃肉酱。你，我再来一杯，你个死人。我做后面，我搞这个。我时间也不够你了，看嘛时间，不看嘛时间。好，拜拜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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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塞，能八年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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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解散都解散，你别去睇啊，睇回来，都睇回来。两百。这两块嘛，哈，这样有，这样有，你买两块来，搁钓鱼来。
嗯好的，好的，那就搞定。五百块呢？那个嫩煎鸡腿吗？嗯，来啊。嘿。哦。我今晚这个呢，四分钟来了。哦。老弟，老弟，几万？来。先生进来先来，五百八，五百六来。兴奋早，兴奋！我跟你讲，礼拜天我差点认不出来，因为我在那边奇怪，这个好像兴奋，这个好像兴奋，可是怎么又有点不一样？就这位，就这哦，就这位十八六了，来呀，三几啊？这一包一腿啊，再来四来过来，来两几啊？兴奋瘦好多啊！兴奋啊！真是的，对呀，三几。叫开店，开店做食，佮家己无咧食款，一不嘛？你知影？你知开店偌忝嘛？你知影无？哦，我知哦。你操，散去。你就整个脸就瘦下去啊！羊肉炉，羊肉炉。来。哪里过来？我进来。哦，进来哦，那两种真难吃，然后。所以你若要散哦，你就开一间店，做食的，你就散落去啊。你朝散去。你就像兴奋一样，你就像兴奋一样去顶一家店，去顶一家店，然后你就烦恼就会很多，你就会烦恼哦，物价这边涨那边涨，然后要订单要做东西，然后请工人请不到，然后好累好累，然后就瘦下来。为啥嘛了？哦，啥包？吃明沙。太在行了。我看做自助餐的没有一个胖的。你看是那边自助没有一个胖的，没有一个瘦的，没有一个胖的。不然哦，看到没有，吃够胖的要做啥等啊？夹吐司的，做三明治还不行。早安，老宝，早安。三百好啦，三百了。三百好啦，三百好啦。看到我，三百。我问我，我去啊，我来，去。帮那个大哥拿一个箱子吧。OK， 小爱哦。我去拿点。不用了，这边我找。不要，你们都走吧。哪里去？孟非云。真的哈、哦，你还没开火锅店之前，85，现在75公斤，我就跟你说吧。开店很累，尤其是开吃的很累。你开我一把，一把。因为开吃的哈、哦。如果你有做周五跟晚上就更累了，下午根本没有休息时间。然后你烦恼会很多。梁元早。以前我爸妈最瘦的时候就是开那个日本料理店啊，最瘦，超瘦的，然后烦恼超多的。哎，你想点感觉不容易，一下子又要这个又要缴钱了，一下子瓦斯费，一下子这个进货的又要缴，每天都在缴钱。月结的每天都在缴，月结的每天都在缴钱。那个。